大家好，我是赛克人，今天是2022年的9月9号，马上要过中秋节了，所以带家人呢来贡布度下假，给大家看一下现在贡布的酒店的环境啊。这是一个订的一个家庭房，里面还不一个很小的地方，就几个房间，而且要提前预订，要不然就都满掉了。这边有一个小的咖啡厅，还有一个 SPA 吧。这边有一个无边际的泳池，鞋厂，新家里，妈妈，小女儿，这边是贡布的河边，这里好像是一个入海口，我们再往前面看就应该是大海了，这离河很近。这边是小一点的房间，也适合情侣过来度假。这种建造风格其实挺有意思的，可以看一下。做一个这样的酒店成本应该不会很高，主要是设计。而且房间的话，这种是才128。我们进去里面看一下。Hi Donkey。Hello。Can you talking with my friend?Okay. And you? You. Say hello to my friend. Okay. Hello guys. Hello guys. Okay. Bye bye. 有两个床，上下两层。我们一起五个人，刚好一个房间就够了，加了一个小地铺。一天多少钱呢？128，打折120块，我觉得还挺划算。因为我们个人平摊下来，人均也才25块吧。我也比较喜欢这样的地方，因为有泳池啊，如果有一点沙滩就可以。他说的英文我听不懂。哎，我女儿英文比我好。那这边就是我们买的物资了，买了几箱啤酒，因为我们雀巢还有表哥三个人应该可以喝得完三箱操作台，然后我们还订了烧烤架，等会还可以烤点海鲜。这是在市场买的海鲜，已经煮过了，特别便宜，比金边比西港都要便宜。贡布呢，我觉得目前来说是很适合旅游的，因为西港的物价已经被我们变高了嘛。Hello， 天，你在干嘛 ？Hello，Hello， 嘿，嘿、hey, ，Can you see the camera？Hello， Can you see the camera？ Hello， say hi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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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i 啊， hi， hi， 对了， say hi。Next child here. What? Hello, hello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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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llo.太阳下山了，这个渔船还在往臭海口走，应该是准备晚上去钓鱼吧，去打鱼。这还可以，看一下火烧鱼。吃烧烤啦，海鲜大餐。没有抖音了，我搞油管了。
没有抖音来搞油管了。油管。YouTube 啊。油管你都不知道。又换了一个位置。这里有个摇摇桥。瀑布。哎呀，我站不稳，站不稳。那你弄完你吧。嗯，怎么还在那里换衣服呢？